是我们世界职业安全卫生日，紧接着礼拜天五月一号是我们劳动节，所以我们今天来跟我们各单位、我们各业务单位来跟大家做分享，我们各单位在服务劳工伙伴所有的项目的部分。那当然，我们一个城市、一个团队，你要跟他竞争，一定要靠人才，所以人才一定要透过培训，让他能够到职场上扮演职场达人。跟我们这个城市一直在打拼的部分，所以我们新旧中心长期的就培训人才，甚至把它就位媒合到各职场上扮演职场达人。那另外一个部分，我们对身障伙伴也一样要做培训，所以我们的培训很多身障伙伴，让他拥有必须到职场上就位的职能的部分，能够做就位成功的部分。那当然进到职场，我们都希望能够保平安，促进健康，所以我们主任健康处在这个部分也琢磨的非常的多，希望大家在职场上都能够保平安啊，跟市长所讲的，早上快快乐乐的出门，他希望下班之后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家，而且喜欢打开共同的愿景啊。当然，我们这样服务下来，我们还有一群移工在跟我们一起在打拼的部分，所以我们移工一样都比照我们本级的劳工伙伴一起来跟他做服务，包括生活管理、生活机能的服务的部分。那另外一个部分，现在因为防疫，我们必须对移工的宿舍，我们跟他做辅导，那能够他的宿舍里面都能够达到防疫的这样的一个标准，所以我们这边很感恩卫生局也一起跟我们在做这项的服务的部分。那代表市长感恩大家，还有我们跨局处的合作，也让我们劳工局的业务能够呈现亮点。这边也代表我们劳工局同仁感谢跨局处服务的部分。那另外一个部分，因为我们要达到这样职业安全卫生的部分，我们也跟我们公共工程的这样落实治安的部分，所以公务局、水利局他们都一起跟我们合作来落实职业安全卫生的部分。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，大家能够落实这样各项职能，能够服务大家，也落实治安，大家能够保平安的部分。